阿宏中医药电台网址 www.ahontp.tw。暂时的星光连大声，人在输赢，今宵的爱情也会孤人听。阿免悲伤，阿免着惊，最后才知输赢。阿宏无所不答，这个节目是由我阿宏本人制作主持服务。一定输掉，什么是有，什么是命，打拼草头也会出名。敬请各位网友观众，每天拜一到拜五下晡两点到四点，欢迎收看阿宏无所不谈。只要对事无对人，什么代志拢会当在本节目发表你的这个意见甲看法。感谢网友多多起来发表，多谢努力。暂时的星光连大声，人在输赢，今宵的爱情也会孤人行。阿免悲伤，阿免着惊，最后才知输赢。各位亲爱阿宏无所不谈，阿咱只网友观众大家晚安，大家好。来，咱现场电话台北控制2977138，现场电话台北控制2977138。那么咱这个电话永远是和董树林定性的电话台北控制2977738。来，咱赶紧来看政治新闻哈。拆大埔案，龙丁告发。老正红涉贪啊！来，咱来看内容吼。这是中央通讯社，那么台北19日电啊吼。那么这电应该是用电话吼啊报道吼。那么为抗议苗栗大埔案，台湾龙川镇线今日到最高。检察署递增，告发到苗栗县长刘正宏涉贪呢，要求检察总长指定本案交特侦组啊来侦办，哪有可能的代志？我感觉吼，啊，即卖的人民啊乱乱迄款呢啊，对不对？啊，干哪呢？都政府的制度都互恁遮个人民都念咪讲安尼，念咪讲安尼啊，是不是安尼先？伊这有一个程序啦，对唔对啦？因为你告，啊无你直接的时阵啊，你去这个什么啊，这个特侦组的啊，啊你去啊告看告会行袂啊，对唔对啦？是唔是安尼先？啊你唔是啊？你的时阵啊，
你高的时阵，佮要求的时阵，安尼特征组啊来征办。我请教啦，特征组敢拢办了，拢真清楚哟。啊，特征组咧办，敢逐个案件拢真顺遂吗？伊阮是铁到踢到铁棒啊！你讲对毋对？那么大埔事件开始伫个苗栗竹南居民反对政府土地征收，啊，甲强制拆厝的这个抗争。苗栗县政府伫个民国99年开这个怪手破坏征收成的这个潮啊，引发着全台的这个关注。县府今年7月，搁在拆除大埔张耀局的这个面体，大埔自救会等团体，长在凯达格兰大道举办818拆政府行动暗会，会后转往内政部啊来静坐。律师詹顺贵再去甲台湾农村电线的这个成员、学生陈伟廷等人，到最高检地政，搁发到这个刘正宏。那么詹顺贵表示啦，由于过去批评或者是讲抗争，刘正宏吃哦，那么多半遭受到苗栗地检署啊来起诉。显然苗检无法公正啊来办案。那么既然本案天罗人员受到全国的这个注目。注目就对，希望讲检察总长黄世明会当指定将本案交由特侦组啊来侦办。詹顺贵伫表示啦，接获官府人员伊的这个检举，刘正宏向台电通宵电厂啊来勒索。回馈金新台币10亿元啦。要那无苗栗县地政机关就从中要来刁难啦。伊如果透过土地征收何处薄利，强行征收大埔的这个土地，却由原地保留家己厝的这个房屋，净赚的算安尼啊，高价，却伊的这个财产无合理的这个增加，刘正宏涉嫌违反贪污治罪条例，道理财产来源不明的这个罪，要求特侦组介入来侦办。阿姐哦，阿姐，咱嘛都爱去查，查看苗栗县长是毋是真真正正有共收费，对毋对啦？啊，若无，我看嘛是不了了之啊。来，咱即件就讲到这结束，期待下一回同这个网络同这时间继续收看阿宏。无所不谈，再见，拜拜。